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哦，很开心呢。想今天介绍一本哈，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书哈，叫做《神圣的你》哈，天下杂志出的哈，然后是杨定一杨博士所写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请到那个陈梦怡那个来编写这一本书的那个好，来我们线上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一心你好，我是梦怡。是，那个当初怎么就是就是杨博士怎么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好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要问他。那对，那但是就是说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的话，其实因为我最早跟杨博士合作是在真元一还没有出哈、真元一当初还只是一篇一篇文章，他那时候为他关心的病人写了就是很多保健的小册子嘛。是，那时候我翻译他的文章，那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我总觉得他有话没有说完。我相信就是说，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回去翻真元一，然后你或者是当年你就在读真元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杨博士讲的好像不只是什么好好运动、好好吃东西、好好喝水这种事而已。是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妙，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纯粹就是接到一个 case。 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奇妙，他有话没说，但是到底要说什么呢？隐隐约约有点感觉，但是又不知道。那直到就是后来静坐就更明显一点点。静坐也是我翻译的。是。那静坐翻译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前面三个，他整本书有四个 part 嘛。对。那到第四个 part 的时候，我觉得哇，那时候我觉得他到第四个 part 的时候已经讲到的是不是说你怎么样静坐静会做得好，会有什么效果什么的，他讲的已经是生命。已经是生命的本质，然后甚至开始在谈的就是说修行人怎么样不会走错路。是，对，那只是那时候也还没有很明显。那又有话还没说完这样子。对对对，也是有那种没说完。然后一直到我想想看，现在是17年嘛，15年的年底的时候。是啊，那时候刚录完，他那时候刚录完就是你在吗，蜂巢音乐出版的你在吗。对，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个那个 CD 大概录了两个工作天。是，都是两个半天。那然后其实那个录音室的情况就这样，他进去以后，然后那个录音间就像一个闭关房一样，一进去他就好像就是你知道录音间要隔音要好嘛。对，那所以就是那个门重重的这样关起来以后，他就一个人在里头。那我在外头听到在录音，那真的就是一个人在很深的宁静之中，然后开始说他想要表达的。那一个早上三个多小时录下来，换我们一般人大概就累了。是，但是那一次哈，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他一走出，录音结束，他走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亮的。整个人容光焕发到就是我那时候进他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对，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整个人那么的亮。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天哪，他不只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有兴趣的人而已。这就是他要的。对，他真的在做，他真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别人可能觉得是苦差事啊，就是或者是要费力，是，但是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生命最深层的表达。是，好像是老天就是给他什么样的使命跟什么样的光哦，然后带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世上来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只是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老天在哪嘛，也不晓得老天是不是有偷偷交一本书什么什么给四皇子什么的这种东西。但是呢，那一刻他走出来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人闭关出来，然后整个看到这世界，整个神清气爽的那个样子。那一刻我知道说他所讲的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说是真正从他心底流出来，没有一点虚假。是。那从那个时候你在吗，其实就等于是全部的你的有声版。是。而且是在还没有写书的时候就已经先录下来的。是。那对，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那我后来哦在听你在吗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说他是一个很适合开车上班的时候听的。就是你会去一听着听着，哎，脑袋突然清晰起来，一天的蓝图都清晰了。是。然后到后来三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人还在中国，还在外头，就是休假游玩这样子，很乐不思蜀。然后有人传一个讯息给我说，梦怡博士请你带着快乐的心情回来，他要开始写书了。是。对，那然后回来他就开始写。那写的方式就是我想我在那个编者的话里都有提到过。对。就是他口述。哼，以前我们的合作方式是他写文章嘛。对。那然后我再把他的英文译成中文。对。那我想我自己的翻译有一个独到的地方，就是说翻译腔很少。所以很多人甚至读进作意识不到那是翻译的书。是。那然后但是呢到这一次的时候呢是他口述。对。然后我记录。是。那事后再核对整理。那他口述的过程呢，就是我发现真的很奇妙。他口述的时候就跟那一次我在录音间外所体验到的一样，就他是在一个非常宁静的状态中，把他心里讲的话给表达出来。是。那然后又非常的就是逻辑上又非常的清晰。是。所以后来我会说，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很苦嘛，因为在那边笔录要抄抄写写的很累，手都痛了。手很痛，我跟你讲，然后那时候觉得天哪，怎么好像杨博士要写的好像不止这些，好像后头还有很多，我想说天哪，这样我手要痛到什么时候。是。那直到有一天我就是突然下定决心，背了台电脑过去。然后开始一切就顺了。是。那从那之后就可以开始专注在他所表达的东西上。那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好像是有一个逻辑，又好像是很片面的信息一直进来这样子。是啊。所以你觉得读者在读这样的书的时候啊，是就是按照他这样的方式，这样一就是这样篇，就是这样章节这样的结构下来吗？还是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因为在读的时候，片面这样的东西，我当然知道说他可能是要先讲这个，然后后来讲这个，但是你知道他信息都是一片面的，好像又有话要讲啊，然后又好像有伏笔在后面这样子。我想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这两本书我全部的你那时候杨博士一个礼拜就口述完了。那后来我们花了三个礼拜做 editing 做编辑。那神圣的你的话是在美国那三个礼拜写完。对。两个礼拜写完，然后一样我们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做编辑。那这两本书都是，所以这全部的你我记得是去年四月中我交稿给出版社。对。那六月就出来了嘛。对。那神圣的你的话后来比较久，我记得我是八月中的时候交稿的。那这两本书呢，就是说在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是不是要先读哪一本，是不是有先后顺序。是。
我要说哈，我以前很天真哈，以前指的大概是一个月前，因为我自己泡在里头太久了，我觉得说没有，这每一个都好讲得好清楚，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不用啊，你不用按照顺序，是，那后来我碰到一位先生哦，这位先生是相当有阅历的，就是又什么留学德国啊，然后拿到气管博士什么的，我就很开心的直接把神圣的你送给他，但是这位先生对哲学又很有自己的一套，结果他看了以后跟我说，其实你们讲的东西很难呢，欸。对，对，然后我被他就是说，经过这一次的震撼教育，我突然发现说，哦，其实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如果说是第一次阅读，对，那或者就是说你是一个就是非常左脑理性的人，是，那我真的会建议从全部的你按顺序一路读下来，那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人就是有两种，像我自己是读书不求甚解的，看个小说我连中间开始看尾巴开始看都可以的。然后你看连续剧你也不追求第一集，你就从中间插进去你也会入戏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从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切进去，那最主要的是我自己感觉这两本书哦，它不是传递知识，对，因为说实话就是说里头很多知识好，知识性的东西的话，我相信就是尤其是会收听你的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我猜啦哈，你如果错了你跟我纠正，我猜大家应该都是 New Age 的朋友，那 New Age 的朋友我觉得有两大类哈，对，一类是就是说身心相当需要抚慰的，是，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说也不能说身心不需要抚慰，但是它会偏重于资讯的取得，就是很好像要知道所有高龄上师各个学派的说法，就不断的在收集这些资讯，是那好像要收集到全面的资讯才可以安心，那我要说的是说哈，神圣的你比起全部的你的话，他的资讯当然更丰富，但是而且说实话我在面写的时候我想说哇天啊，杨博士真的最爱的就是修行的人。就是修行人你一路走过来你听过这个说法那个说法你可能会有什么疑惑他几乎都带到了。对，但是他确实不是就是说他的重点确实不是在介绍你这个说法那个说法。是。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知识的传递那会很可惜。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理论的建构。就是这个理论是什么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理论，完整的生命哲学的理论的建构，那它是架构非常清晰，从我们的所知所见开始，对，然后从我们念头的就是不断的编织开始，对，怎么编织出一个世界，对，然后又透过五官然后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再真实不过了，是，那我们怎么样从一个迷茫茫的知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就是那样子嘛，对，然后怎么样透过就是跟人的互动把各式各样的印象放到自己的脑海里放到自己的心里，然后搭建出对我对自我对身边对世界的认识，是，那这一套东西是这么样的绵密，可是呢为什么这一套东西是幻象，那关于这一点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对个人对宇宙的认识论，好，那杨博士从这边打得非常就是严密的基础，所以这样子对于理性的朋友来说的话好处是说你不用强迫自己去相信说这个世界是个大幻象大妄想，是，我们可以从就是从自己的起心动念一个一个去实验，然后去体会到说原来我们以为那么真实的东西其实都是念头搭建出来的，
而念头跟念头之间只是它升起的太快，我们的头脑运作的太有效率，把这个世界搞得好像天衣无缝没有缝隙似的。但是其实它是有缝隙的。那这个缝隙杨博士在书里头称为空档。空档，就是念头与念头之间的空档，话与话之间的空档。那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体会一下，就是说我们平常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其实马上可以意识得到念头，或者是情绪。那这个我们意识到念头或情绪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在跟自己说话，在跟自己叨叨叨，说待会要这个，待会要那个。对啊，就像我刚刚就想说，我刚回来很累，然后赶快睡20分钟，三点要跟安逸心谈话，就是跟自己叨叨叨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平常是就是不会去意识到念头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静下来观察自己的念头，而不是念头说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念头跟念头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空隙，有一个空档。是，对。那在这个空档，平常杨博士就是说，就这两本书都有一个主轴，就是活在这里现在。这里现在，对对。那他一般来说我们遇到这个空档的时候，那因为你知道台湾的社会是相当要求一个人要有用嘛，对不对？对 对要有效率。我们会想办法赶快把这空档塞满，赶快逼自己去想一下，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没做。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读，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体验我没有去就是品尝过的。我们平常是很急着把这个空档塞满。是。那但是杨博士他的这个活在这里现在，就是 even 是活在当这个念头跟念头的空档出现的时候，这个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急着从过去调一个记忆的念头进来塞满，我们也不急着往未来投射一个接下来要做什么，对未来的期待渴望，不急着用这种东西去塞满它的时候，我们试着去体验一下这个空档。那渐渐的你会发现，就是说内在的宁静开始出来。对，那这个是我自己在就是杨博士口述这两本书的时候，说真的，我自己觉得这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因为我等于是第一线他的所有这些东西第一个观察者如果他自己不算。我等于是第一个观察者跟第一个体验者。那在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其实对我个人改变最大的就是那一种宁静。因为你知道吗，一般人当然就是很渴望比如说内在的平静或宁静，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就念头进来或是工作或是最大的理由是我就活在这个物质实相啊，那个念头我哪知道他要来，然后什么时候去这样子，所以那个临近其实有时候真的是那个空档啊，好像很简单，但是又很难的去体，就是说那。可能会有一个头脑有一个新的认知进来说那个这个空档也许是不是就消极的，或是就什么都不做啊，不做那事情还是在啊，会怎么样，不知道那个梦云你有什么那个的想法。很好很好。对啊，就是说其实像这个我们刚刚就是一心你提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是很难面对这个空档所以我们会调动各式各样的资讯，包括你刚刚讲的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啊，然后我这么做是对还是错啊，就是念头其实就它有一点像是第二号念头第二念就是等于是念头又堆上一堆念头。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如果在杨博士的书里头他在
神圣的你，其实他特别强调一个臣服的观念。嗯，那这个臣服的观念哦，很简单，他就是接受。可是我们一般听到臣服就会很生气，尤其华人特别生气啊，因为我们老天安排的。对，一个是老天安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哈，因为其实东方社会还是阶层意识比较浓，是啊，所以听到臣服，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人压着你的头做什么事那种感觉。嗯嗯嗯。那但是呢，臣服哈，我觉得杨博士在这神圣的你哈，把臣服说得非常清楚。那这臣服呢，它的定义是说接受瞬间带来的一切。嗯哼，也就是这瞬间带来的一切，它带来什么呢？带来我们外界的感知嘛。是啊，那这个是最难臣服的。就是尤其是当你这个瞬间前面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对，或是什么苦难的事情的话，对对，我说要去臣服，大家就觉得实在，对啊，这不是叫我受苦受难吗？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瞬间带来的一切有外在的现实，有内在的现实，是，那杨博士呢，把就是说。臣服的部分，外在的现实，如果你能够接受，当然很好。接受不了，我们接受内在的现实。内在的现实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张牙舞爪，对我很 bossy， 就是很跋扈。对，内在的现实是什么？他跋扈，第一个我害怕。第二个我愤怒。是。第三个，我甚至会想跟他吵架。对。好，这是我们内在的现实，先接受自己内在的现实。是。那然后呢，就是当其实接受这件事很奇妙，就是说当我们，可能你也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当我意识到说其实不是眼前那个人跋扈，固然它发生了，但是呢，我们通常更难受的是，我对他生气，接下来我马上跟自己说，我怎么可以生气？是是是是，对。所以呢，其实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一开始能够接受我生气，这个我们的生气，我们的情绪，其实就是对外界这个现实的第一层反弹嘛。是，好，那这个反弹，如果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内心的现实的话，通常这个反弹，它好像得到了一个回应，接受是一个最好的回应，它就会开始安静下来。好，那当然很事情会发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快，尤其是我们的念头啊。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碰到尤其是说实话哈，修行的人哈，对心灵有兴趣的人，很多人是不允许自己生气的。对，觉得生气是件很糟糕的事。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头可能有一个基于后天的制约来的第二层反弹，就是不准自己生气。是。好，那现在我如果接受不了自己生气的事实的话，我还可以再退一步。是。退一步就是接受我不准自己生气这件事。那当我开始承认接受自己原来是个不准自己生气的人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宽容比较新的理解。那这个差别还就有一点点维系，就是说一般人也许也隐约知道自己不接受自己生气，可是呢往往是还没有正式的去承认这件事，就直接被不准生气这件事情带着走。是。OK， 那所以就是它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向内臣服。我臣服不了外面的那个跋扈的人，对，我就承认我还在批判他跋扈。是。然后我就承认我还在生气，甚至我承认我碰到跋扈的人我就会害怕。好，如果这一层第一层反弹也接受不了，那就再退一步。我接受自己，说我实在是很受不了，我竟然还在批判。我不是看很多心灵的书吗？是是是。怎么还在批判呢？对对，那开始接受这个，再不行的话，再往后退一步。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就是接受自己的不接受，是接受自己的反弹，慢慢一步一步的。那臣服的效果是在于，就是说，
渐渐的，因为你反弹就是这样子，你花一个力气去抵抗的话，对，它一定就是在，就是你要花去抵抗它的力量，绝对必须大于它的力量。是，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活得很累，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不断的在抵抗反弹。我们要不就对抗外界嘛，对不对？对，那要不然就是对抗自己嘛。所以沉浮它的作用在于，就是说它消除了你去对抗的需要。是啊，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再内耗精力。这有点像是太极那种以柔克刚的道理，就是我不再去耗费精力，我反而可以吸纳，可以吸纳自己的生气。嗯，这时候我们的生气真正它成为一个讯号，是，而不是一个非要排除它不可的东西。那所以我们的精力可以开始集中，然后说真的，就是念头就会少。因为其实我们的念头跟情绪，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话，它真的其实就是一个对抗。如果一个事情我们感觉到一切安好的话，对，真的一个念头都生不起来。那有时候哈，甚至我们有看到一个东西，非得要去给它贴一个正面的标签，说哇这个好棒，或者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抗。是。那这种对抗的话是有点像说，有点像是我们在抗议说，生命中其实太少好事发生了。所以呢，一有好事发生，我们就要用一个标签用力的把它留下来，好让我们能够对抗生命的苦难。是。所以这个很奇妙，就是杨博士在这边把沉浮说得很清楚，然后他还有练习，我记得是在，我看一下哦，在神圣的你的好第三卷，好，活在神圣的空间，是，就是从在苦难中找到生命的永恒跟清醒的受苦，是，从那边就开始带出好多个，就是说尤其是我们面对，就像你说面对苦难面对悲惨，这是最难受的事，是，那从这个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沉浮，那只是这沉浮不只是对外，这沉浮其实走到最后是对内对自己的沉浮，是，对，因为你知道说啊，一般比如说坊间或是很多说啊，你就要去拥抱那个苦嘛，你才知道那个苦背后的那个含义跟意义嘛。但是你知道，真的就是很多人，好，那我去拥抱，拥抱不几分钟啊，我还是受不了，我还是怕，就是好像人家说，可能会有一个恩典或是一个礼物，但是恩典礼物还没有收到的时候，就自己已经受不了了，对，都已经被打败了，这样子。对，所以我想就是说哈，这甚至有时候我们啦哈，这是，其实我觉得说到底，真的你会拥抱痛苦，就是如果我们懂得沉浮，这样像刚刚这样讲，一层一层的，好向内沉浮，我们自然就是说那个苦哈，我们是可以真心的去拥抱它。可是这拥抱不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当中间的反弹。它自然安静以后，我们面对这个苦，它也就是一个事实。是。然后于是我们可以接受，它是一个结果。那并不是说，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都会有曾经，就你刚刚说那句话，我也非常熟悉，拥抱痛苦。但是你知道，正在苦难中的人，你让他拥抱痛苦，拥抱痛苦往往成为一个最大的对抗。是。对，我要赶快拥抱这个痛苦，好消除这个痛苦。对啊，所以其实是要像杨博士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关照他，或者去注意到这些的那个，就是每一个念头的状态嘛，对不对？对，也就是说你是真的活在这里现在，活在我们内心的这里现在。那而不是就是说活在想象中的，活在想象中的这里现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再稍稍就是那个厘清一下，什么叫想象中的那个这里现在？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最好玩，就是有时候就有人就说啊，我现在很想，就已经早上起来了啊，然后就想，我现在很想睡觉啊。然后我就问他，你没有，你应该活在
他你说他就是说他要活在当下，当下就是想睡觉嘛。我说没有，你是活在过去的累的状态，所以才想睡觉。哦，对啊，其实这样的话，对你继续说，再说清楚一点。嗯、没有，所以就是一般人可能会想象说，对啊，我活在当下，现在我就现在就想要，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啊啊，其实会不会这个就是他是活在他过去认知的那个想象跟现在的那个的认知呢？这边的话我倒不觉得它是一个过去想象现在，我倒觉得就是说哈，这个时候差别在哪里，是差别是还没有觉察就已经跟着念头走。哦、oh, ,OK。嗯，就是早上起来啊很累，这个我们每个人啊其实就是好像我们一般如果不觉察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是。啊，就是听着这个念头很累继续睡，要不然就听另外一个念头不行赶快起来。对对，但是呢就是说就是那差别的话是在于说还没有觉察我们就在听这两个念头行事，急着听这两个念头、嗯、然后急着听这两个念头，那因为我们内在念头是冲突的，是、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听着冲突的念头在耗损。对, 对不对，赖床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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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所以在这边哈，我想就是说并不是说你现在起来现在就是赖床的时候起来才叫做活在这里现在。嗯，活在这里现在的第一步是你要认识你自己的状态。是，对，我现在很累啊，那我们充分的去就是知道自己累而充分的能接受。对对，那我们也充分的知道自己有想要起来的压力。嗯哼。哦、那想要起来的压力是这里头有过去的担心，是嗯，然后也有对未来期待，哦，我今天如果昨天都准时起床了，我今天再准时起床，明天再准时起床，我应该就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又活在另外一个的自己的幻想里面。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真的、哦、重点不在于就是你那赖床的时间长短，也不在于就是说你今天是赖床了还是准时起来了，重点是那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嗯嗯哼，嗯，好，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嗯、我们那个请孟颖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神圣的你哈，天下杂志出了这本好书，因为我想还有很多要请读者或是听众慢慢的去把这本书当最好，我是觉得是当案头书来阅读会蛮好的，你会慢慢体会到生命的本质。谢谢孟颖喽。啊，谢谢谢谢。好，那这边的话我想就是说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下臣服跟神圣的关系是什么。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臣服是一层又一层的向自己臣服，其实向自己是向什么臣服，是向自己生命真正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是永恒的。那这边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说神圣的你，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要谈我们的神圣，好像神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早就失落很久了。那我问过杨博士一样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写我也会觉得说啊，神圣什么神圣，然后那在书里头他的定义就是说神圣其实就是永恒，其实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嗯、那我要提出的就是说臣服跟神圣关系，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向自己真正的自己臣服，那我们会逐渐体会到生命内在的力量，那个不是靠反抗不是靠抵抗得到的，而是就是说生命本来就有一个力量在那里，它没有消失过。嗯哼嗯，那一个人到这边的时候自然能够体会出、啊、自己真正的神圣，而不是靠各式各样外在的神圣的样子、啊嗯、来加持自己。是 OK， 那这个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有机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体会到这一点。